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深山哥。相信大多数人每天都要刷牙的，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时间一久牙齿还是会黄黄的。今天呢，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美白牙齿的小妙招，让大家有一口漂漂亮亮的好牙齿。老人家说得好啊，方法不对，努力白费。要是呢，我们每次在刷牙的时候，在水杯里加入一些食盐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因为啊，食盐中含有的钡能起到消炎、杀菌、防止蛀牙的作用，同时食盐对美白牙齿也有一定的帮助哦。然后我们在水杯里面倒入一些小苏打，再搅拌均匀就 OK 了。小苏打的作用最主要是能加强你的牙齿的洁白度。特别对那些经常抽烟的人呐，牙齿黄黄的，用起来牙齿白得非常快。记住了，刷牙前在水杯里加入一些食盐和小苏打，有效地改善牙齿黄的困扰。你记住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。